It's who you are. It's who you are. I'm loved by you. It's who I am. It's who I am. It's who I am. You're who you are. Perfect in all of your ways. It's who you are. It's who you are. I'm loved you by you. Come, oh, with all creation, I
great is our God. Thank you.
Christ alone, my hope is found. He is my light, my strength, my song. This cornerstone, this solid ground, firm through the fiercest drought and storm. What heights of love, what depths of peace,
when fears are stilled, when striving cease, my comforter, my all in all, here in the love of Christ I stand. In Christ alone, who took on flesh, fullness of God in helpless state, this gift of love and righteousness, scorned by the ones he came to save. Till on that cross, as Jesus died, the wrath of God was satisfied. For every sin on him was laid, here in the death of Christ I lay. There in the ground his body lay, light of the world by darkness slain. Then bursting forth in glorious day, up from the grave he rose again. And as he stands in victory, sin's curse has lost its grip on me. For
I need you, and here now.
that the highest King welcomed me. I was lost, but he brought me in. Oh, his love for me, his love. Who the sun sets free, of God, yes I am. Free at last, he has ransomed me, his grace runs deep. While I was a slave to sin, Jesus died for me. Yes, he died. I'm trusting, and
I will live in all of your ways, your promises forever. Jesus, I believe in you. Jesus, I belong to you. You're the reason that I live, the reason that I sing. Jesus, I believe in you. Jesus, I belong to you. You're the reason that I live, the reason that I sing, with all I am. I will worship. I will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说在地上，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都与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你。哦，我们和西安书今天查到最后的一章，我们仍然看见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渴慕你的话，他们追求真理。愿真理的灵今天再一次的来喂养我们。哦，真理的灵，我们需要你，不管是讲的、听的，我们都需要你来这里引导我们的心。哦，使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今天预备好，我们要聆听你的话。愿你再一次的向那些饥渴慕义的人，来喂养你的话语，使我们心里能够得着饱足。再一次的经历哦，主啊，在耶稣基督里那一种的满足感，主，我们感谢你。以下时间完全交托你的宝血，也遮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因为我们不能靠自己称义，我们唯有靠耶稣的宝血，我们呢才能够称义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愿你今晚的时候再一次向我们施恩。接着何西阿书最后的一章，我们看见你恩待你的百姓，你怜悯你的百姓，你用那不离不弃的爱，你的那舍命的爱向世人来说话。但愿你今天晚上也借着你的话来向我们心来说话。就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Amen。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上我还有谁，在天上别无他名，唯有耶稣是我依靠，唯有你是独一真神，我的主，我渴慕你，我的心是的，因为我们一生活着是为了基督，因为我们是从他那里得着一切的丰盛，所以我们也要来到他的面前来服侍。那很快的，我们今天和西阿书哈，我们已经来到了最后的一章，第十四章哈。和西阿书在十三章结尾的时候。对不起啊，我还没问你们，你们可以看到我的 PPT 吗？可以吗？可以啊。OK。和西阿书十三章哈，我们在上个星期结尾的时候有一句话，那十三章的第十六节哈，神就宣判说哈，撒玛利亚就是北国的首都哈，撒玛利亚，他必担当自己的罪。
因为悖逆他的神哈，他必倒在刀下哈，还有呢，婴孩必被摔死，孕妇必被剥开。那许多人就问哈，就是看到这个第十三章的第十六节，那很多的人就问，这时的以色列人是不是已经被亚述掳走了吗？就是说，他们已经被掳了吗？因为这一种十三章十六节这个残酷的场面已经被宣告出来了哈。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完十四章，我们就晓得啊他的答案了。那我们知道，在第十三章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悔改哈。那我们也知道，就算他们真的没有归向神，他们被掳。真的被亚述掳走和灭亡了，然后他们进入了一种的状况啊，就好像进入了阴间的状况啊，非常可怕的一种的审判的里面，他们的国破家亡了哈。但是只要有一天呢，他们愿意哈归向神，他们被掳灭亡了，他们好像没有盼望了。但是只要有一天，哪一天哈，不管在任何时候，他们愿意悔改转向耶和华，那神呢就应许哈，将拯救他们哦，将拯救他们。所以正如何西阿十三章十四节，他如此说哈，他说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就是这一般的百姓哈，他们现在已经进入阴间。但是呢，神施恩的手啊，仍然没有放弃这一般的百姓，他仍然要救他们，就是他们在阴间的时候，他仍然要用他大能的手来拯救他，还有呢，救赎他们脱离死亡哦，这个是神的应许哈。那神的应许，就算以色列百姓被死亡还有阴间的权势紧紧的捆绑着哈。只要他们呼求神，就神呢会再一次的伸出他大能的膀臂来拯救。这个是上帝对他百姓的应许啊。但若是不悔改呢？但是若是不悔改呢？神在十三章十四节的下半段，他也这样宣告哈。那神也要说，那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了。那就是说神。审判临到以色列百姓啊，这一件事情，他是没有后悔，因为呢，他们是罪应得的哈。那因为他是公义审判的神哈，虽然他也是慈爱怜悯的神，所以弟兄姐妹，那我今天呢，最后一章的时候，我把何西阿书分成三段来讲哈。那么我们看一看这个。今天的主题呢，我把它换成"我必医治以色列被盗的病"啊。分段，十四章一到九节，我分成三段哈。第一段呢，就是一到三节，那先知对以色列的劝勉，就是他们还没有悔改哈，所以先知继续的劝勉他们。那第二呢，就是四节到八节的时候，神呢就对这个先知何西阿哈讲出他对这个以色列的那个不离不弃的爱，哦，就是先知也认为哈，像这种的百姓，上帝应该不需要爱他们了哈，但是呢，神呢，他呢是不离不弃的爱哈，所以他告诉先知。就是这一般的百姓，如今落到如此的下场呢，神呢还是爱他们哦。然后第九节，谁是智慧人呢？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经文哦。来，何西阿书十四章一到二节，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这个是何西阿哈再一次的呼吁哦，就是这一些的百姓如今。在神的管教之中，先知还是发出这种的呼吁。他说："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
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哈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第三，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也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的神。”因为故而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连续。那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哈，第一节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因为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的哈。”那先知还是要在最后的时候仍然不放弃的劝勉这些百姓，要归向耶和华，不论现在国家的整个状况是怎样的糟糕哈？那要知道，如今遇到这状况呢，都是因为自己的罪孽跌倒的。当他们若归向神，将给后代呢带来复兴的希望的。所以，如今我们知道亚述哈帝国呢，攻打以色列的时候，他不是一攻就破的，他用了3年多的时间哈，所以在这3年多的时间，许多伤害已经临到这个以色列国家，许多的百姓已经伤亡哈，所以许多的百姓也逃离他们的家园哈。那所以在这个混乱的这个状况里面呢，这个先知再一次的来到他们的当中，告诉他们，今天他们遇到这个状况，都是因为自己的罪孽跌倒啊，所以要回转，要回转哈。那虽然百姓已经离弃了神了，但是我们也曾经想过，在何西阿书1章9节的神曾经说过，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啊。因为当时呢，以色列人啊拜偶像拜得很厉害啊，他们不承认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所以当时呢，神也宣告哈啊，你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的神哈。那但是这位不甘心丢弃逆子的父神啊，却是4次的向北国宣告啊，自己是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你的神，在12章6节、12章9节，还有13章的4节，还有今天的14章第1节，神呢仍然称哈自己是耶和华你的神啊。生这些以色列人仍然是他的百姓，正如将来他要对南国说哈，我们曾经记得在以赛亚书49章15节，他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呢？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啊！”这个就是神对以色列的那个爱哈，所以到第二节哈，当归向耶和华哈。那我们在这里呢，有可能哈，我们知道北国哈已经沦陷了哈，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已经被掳到亚述去哈。那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才有圣殿哈，他们可以献牛献羊来除尽他们的罪孽哈。但是呢，他们被掳到外邦地的时候，到亚述地那里去的时候，或者他们正在被掳的路上的时候，他们呢是没有办法哈，要这个将牛将这个牛哈羊啊献祭在神的面前，所以呢，先知在这里说哈，说了一个很新的方式哈，那就是呢，他说你要用言语祷告，用言语来祷告神。就是说被掳到外邦的时候，他们不需要再用这个献牛献羊来除罪的哈，所以他们可以用他们的言语来祷告神哈，说什么呢？求你除尽这个罪孽，悦纳善行哈，我们就把嘴唇的祭哈代替牛犊献上，所以这里就是告诉哈，百姓哈，他们可以用这个祷告哈，向神来认罪。所以呢，就是
求你除尽罪孽哈，就是代表人很真实的这个认罪悔改哈。感谢主哈，北国终于愿意承认自己的罪了啊。这一个做法哈比较容易，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都是犯罪了哈，我们也是借助祷告哈来向神认罪。我们不是要牵牛牵羊去圣殿哈，那个是非常复杂的事情哈。所以这个北国呢，终于在神的管教最后的时候呢，他们终于承认自己的罪，而且呢，神呢拒绝这个虚假的悔改哈，但是他却悦纳啊这个真实的这个认罪悔罪哈。那我们知道在约翰一书1章9节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哈，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知道，按照当时的律法，哈，罪人要恢复与神的关系，必须以牛羊为祭献上，哈。但神呢，更看重内心的诚实，胜过这些外面的仪式和形式，哈。所以，将来北国的这一些的百姓啊，他们悔改归向神的时候，他们可以不需要。献牛献羊的哈，他们只要把嘴唇的祭哈代替这个牛犊献上，就能够蒙神悦纳。然后第三节呢，第三节我们也非常的感恩哈，因为当他们向神悔改的时候，他们就在神的面前许愿了，许什么愿呢？他说第三节哈，我并不向亚述求救。今天呢，他不再向亚述求救哈，他也不提埃及的嘛，那是以前他们常常做的，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他们也不再向偶像哈来下拜，说你是我们的神，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哈得蒙连续哈。那我们知道埃及的马平常就是代表哈这个埃及的军事力量哈。那以色列的马匹呢，都是从埃及进口的哈，这个是在列王记上10章28节、生命记17章16节那里都有记载。那先知呼吁百姓不要再依靠势力，不要再依靠才能了，要依靠万军之耶和华哈。所以呢，百姓就真的悔改哈，认罪。所以何西阿2章16节，我们曾经哈提过。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师，不再称呼我巴利。那时百姓哈、啊，每天都称巴利，巴利高举巴利哈、啊，都是说巴利帮助他们哈、啊，并没有把神放在眼中。但是呢，在何西阿2章的时候，神都已经应许哈、啊，有一天我的百姓哈、啊，必要称呼我医师哈、啊，亲爱的哈、啊。”不再称呼我巴利，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朱巴利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真的，当以色列人在主前722年被掳之后呢，他们从此就不再拜偶像了哈，他们就在异国啊，他们呢敬畏神啊，不再拜偶像。所以何西阿书2章16节哈。神的这个应许已经实现了，在今天的时候就实现了。那何西阿书2章19到20节，神呢对当时背叛的百姓是怎么说呢？他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呀，必要以仁爱、公平、慈爱连续聘你归我啊，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所以。我们看见何西阿2章的时候，上帝就应许有一天，他要永远聘这些背叛的百姓为妻哈。今天时间到了，这应许果然都应验了哈。所以我们在三节那里还看到一个字"孤儿"哈，孤儿。那孤儿就是指百姓已经成为哈不蒙连续的啊，不蒙连续也不。是神的子民的意思哈，这一些百姓呢，他们不再依靠埃及，不再依靠亚述，他们不再依靠偶像，
那他们完全失去依靠，完全失去依靠，就好像我们今天不再称呼别神为神啊，我们也不再依靠这世界的力量，那我们也一无所靠了。那我们唯有靠谁呢？唯有来到神的面前来依靠他。所以这一般的百姓哈，他们就呢失去了这个父神的爱哈，在他们的第一章，在何西阿第一章，他们一直背叛神，一直背叛到第13章哦，他们整个感觉上哈，他们就已经失去了父神的爱。但是呢，神有离弃他们吗？没有。约翰啊，一书哈，4章6节说，神就是爱哈。那神呢，他不能够放弃自己的本性啊。神是爱，这个是神的本性来的哈，他不可能放弃。所以呢，神将使这一些的孤儿哈，属灵的孤儿，以色列人哈，从他那里再一次的得蒙连续，再用父爱来收纳他们哈。所以我们知道啊，本章哈就是何西阿14章，所以很可能就是限制在北国以色列首都撒玛利亚。沦陷前夕呢，最后发表的一个信息，所以接下来就不必再宣告审判了，因为北国已经进入神的审判，无路可走了哈，正在审判的路上了，他们正在经历神的审判了哈。那先知在最后关头的这一番话，不是劝百姓借助悔改来，避免这个审判。而是呼唤那一些哈，已经不愿意依靠耶稣，不愿意依靠埃及，也不愿意提别神的名的这一些渔民哈，他们在审判之后70年之后，他们再一次的回到这个蒙福的路上，就在他们今天哈被判的时候，上帝呢接下来哈都对他们。讲了7个祝福的话语，就是他们70年他们回归之后，他们仍然是非常的茂盛的哈。那我们接下来的经文我们就会看得到了哈。所以撒玛利亚沦陷是北国的结局哈，但是呢，它却不是神救恩的结束，因为神在他们70年回来之后仍然继续的拯救哈。所以，就像先知何西阿重新接纳行淫的这个妻子一样，哈，虽然百姓偏向别神，但是耶和华还是爱他们，哈，还是将继续的要施恩给他们。这个就是我们的神，亲爱弟兄姐妹，或者在我们的当中啊，或者我们有人啊，在我们的人生中啊，我们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哈。有一些事情叫你非常的羞耻哈，有一些事情叫你哈无法再站起来哈，有一些事情叫你真的是羞愧哈，走投无路。但是一定要记得哈，当全世界的人都离我们而去的时候，当我们变成孤儿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耶和华神呐，他顾念孤儿哈。要上的炉灰哈，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熄灭。所以，我们跟随在主的道路上的所有的基督徒哈，当我们有一天也因为这些的罪恶、顽梗悖逆、不肯饶恕、不肯接纳不肯遵行神的话的时候，那神的审判、神的管教也会临到我们。就是要记得哈，就在管教的那一个环境里头，非常糟糕的环境里头哈，神呢仍然与我们同在啊，他只不过要借助这个环境，让你看见，你是因为自己的罪哈，这个顽梗悖逆的罪，不肯悔改的罪哈，导致呢，你在这个环境里头。当你几时向他认罪悔改的时候，上帝就再一次的接纳哈，这就是他对他百姓的爱。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哈，接下来4到8节呢，就是哈
神呢？神开始讲话了哈。那神对先知哈，到处哈，他对以色列的那一种的爱呀、啊，他那一种的爱，就是见先知也会认为哈，他的妻子哈犯奸淫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时候，啊，他都很想啊，要把这个妻子给休掉哈、啊。但是呢，神啊，让要借助他这个婚姻来告诉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啊，就是如此糟糕的一位妻子哈、啊，这个先知何西阿仍然爱着他哈、啊，就好像上帝如何爱着以色列百姓。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哈、啊，接下来呢？他们悔改了之后，他们向神认罪了，上帝呢就在他们的审判的路上，马上哈、啊、讲了7个的福气，就是当他们将来70年回转之后，他们要领受的这些的福气哈、啊。那首先呢，我们来看哈、啊，4到6节哈、啊，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哈、啊。神要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了，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它的枝条必延长哈，它的荣华如橄榄树，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那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甘露，什么是百合花，还有什么是黎巴嫩的香柏树哈，来我们看一看这个图哈，那这个就是哈以色列早晨的这个甘露哈，特别是在旱季的时候，啊，我们是在沙漠啊，真的是找不到水了。但是这个很不起眼的这一个甘露呢，却成为生命的作用哈，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哈。你不要看它小小哈，它却可以使这些树木增长哈。还有这个是这个是百合花。以色列有很多种的百合花哈，有白的，有黄的，有红的哈。那今天我选了一个红的，3月到4月开花的，花瓣有6片哈。长在山坡上，很可能是。雅歌2章1节中的那个谷中的百合花哈，它的嘴唇像百合花，雅歌哈5章13节那里有讲哈，所以这个比喻表明呢，谷中的百合花很可能是红色的哈，不是白色的。还有一个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哈，那我们知道黎巴嫩是外邦地哈，不在以色列地里面。它是出产这一种的香柏树哈，那我们知道在建圣殿的过程用了许多这一些的香柏树啊。OK，对，再来经文7到8节，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哈，发旺如五谷，以色列有一天还要发旺啊，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哈，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啊。8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必我如青穗的这个松树哈，你的果子必从我而得。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哈，这里有7个福气哈，就是神一定会医治他们被盗的病，就是说他们以后不会再被盗了啊。还有，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哈、啊、滋润他们，我必如百合花，他们必如百合花开放，它的枝条必延长哈、啊，这些都是祝福哈、啊。而且有一天以色列他们要住在他荫下哈、啊，必归回哈、啊。所以现在他们是啊被掳哈、啊，这个归回就是一个应许啊，70年之后。神就真的啊，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啊，他讲到做到。还有以法莲呢，被分别为圣，
从此以色列不再拜偶像的话，他是分别为圣。还有耶和华必回答他，顾念他。就是当他们向神祷告的时候呢，耶和华说：“我一定回答他，并且顾念他。”你看，这就是上帝的爱哈。那我们四到八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是何西阿哈讲出啊，那个神啊。神对以色列的爱，那这一个四到八节也是一首诗哈、啊，情诗啊，情诗，就是甘心爱他们的一首情诗。所以当撒玛利亚他们正在面临着啊，他们被掳的时候呢，神竟然借着先知发表了一首这个浪漫的情诗啊，告诉他们哈、啊。神仍然与他们同在哈、哦，所以第四节呢，他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那被盗是一种病哈、哦，时常呢要远离神呢，不想亲近神啊、就好像先知的妻子哈、哦，她也是有一种病啊、还记得她是什么病吗？就是对先知不忠的病，淫乱的病啊，只有彻底对付罪哈、哦。才能够真正的治本呢、啊，所以神呢、啊，在何西阿书哈、啊、一章一直到第十三章，一直的警告，然后管教哈、啊，然后用爱的言语来吸引这些百姓哈、啊，哇，十三章过去，在第十四章，他们才愿意悔改哈、啊，所以可见这个被盗哦、啊。真的是一个病哈、啊，但是呢，这一个病呢，人不可能医治自己的病啊，唯有神是医治这病的医生。所以在马太福音哈、啊、9章11到13节这样说哈、啊，法利赛人有一天看见耶稣哈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哦，耶稣听见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啊，有病的人才用得着。”那耶稣今天来到这些税吏还有罪人的家哈、哦，他就是因为看见他们有病，所以希望呢，耶稣啊、哦，希望来医治他们哈、哦。那耶稣有没有医治他们呢？有啊、哦，有。然后呢，也是说十三节哈，我来本不是招义人啊，乃是招罪人。所以后来这一帮的罪人哈，就是税吏还有罪人呢，都跟从了耶稣哈。那弟兄姊妹，神说我必甘心爱他们哈。我们刚才在读经文的时候，有一句话叫我必甘心爱他们，在他们悔改的那一刻，他说我的怒气。向他们呢就转消哈、哦，而且因为神呢、啊、甘心爱他们，神愿意这样做哈、哦。那大卫王他明白神的心啊、哦，所以他写了诗篇哈、哦，30篇5节，他说呢，他的怒气啊、哦、不过是转眼之间，但是他的恩典呢是一生之久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哈、哦，我们的神哈、哦。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只要我们愿意悔改认罪哈，那上帝就会赦免我们的罪哈。悔改了之后，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而且呢，接下来他的祝福啊，也会随着我们的一生哈。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啊，在看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啊，我们是不是远离了神啊？我们的心是不是？单单向着他呢，亲爱的弟兄姐妹，面对神不离不弃的爱，不忠的妻子终于回应了。他说呢，我与偶像有什么关涉呢？是的，他们在一认罪悔改之后，上帝就判了7个祝福给他们了。他们看见上帝的爱，上帝不离不弃的爱。所以他们呢，愿意哈、啊，他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他就是要完全的与偶像一刀两断哈、啊。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哈、啊，
对于我们看见神是多么的爱我们哈，在我们还不可爱的时候，他爱我们；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爱我们。那他的爱真的是让我们可以看见的。所以，我们也向以色列百姓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我们就丢弃万事哈，看着粪土，我们就要来追求基督，跟随基督哈，因为他是我们。他顾念我们了。神当以色列百姓彻底悔改之后，神就要回答他们，顾念他们。这个是神的爱哈。虽然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虽然把事情搞得很糟糕哈，搞到他们今天被掳哈。但是何西阿明白神的心，他劝百姓说：“你们承认，你承认你是孤儿，你承认你是无助的，你承认你有问题，你承认你跟神说：‘神啊，请你帮助我，你赦免我，只要你开口就行了。’何西阿很明白神的心啊。”那今天我们所有跟随神的人啊，我们也应该要明白神的心啊。你只要愿意承认，主啊，我是无助的，求你来帮助我，他就必要帮助你。当你承认自己没有力量、没有智慧，那他就要以他的智慧来代替你的智慧，以他的能力来代替你的力量。当你向神说：“神啊，我不能，我不会。”神就要用他的能力来护庇你，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这全能神的面前呢，我们要常常看自己不要过于所单看的，我们常常要在这个神的面前常常看自己真的是什么都不能所以上帝就会来帮助我们，所以这一个是非常的重要哈。七个福气我们讲完了，那最后呢？最后，OK，我们来第九节哈，我们来看第九节，第九节的经文哦。OK，第九节，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呢？他说，若是你是有智慧的人，你知道有病的人是需要医生的。你知道犯罪之后是需要认罪的，这些就是有智慧的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要在其上跌倒。那这一段我解释一下，我们就完了哈。那耶和华的道在九节说，耶和华的道就是神的旨意。和他的作为那凡是顺服这个道的就是义人，就是义人这么简单不顺服神道的，那就是罪人。凡愿意遵行这个道的，就可以在其中顺利的行走。这个是神说你耶和华道是正直的，义人会在其中行走。你就是说，那些顺服神的道，愿意谨守遵行神诫命的，那他们都会在其中很顺利的走的。而那些定义要悖逆这道的，不肯听神命令的，不愿意与神同行的，那必在这个道上跌倒这个是在这里说的罪人必在其上跌倒。其实这句话是从以赛亚书8章14节那里取过来的。那谁是智慧人？谁是通达人呢？这是神在北国以色列灭亡之后向南国犹大发出的这个召唤，也是向历世历代神的百姓呢发出的一个呼吁那神盼望我们都是智慧人，也都是通达人。可以用我们的自由意志做出正确的选择，
我们不要像以色列曾经胎死腹中的那个无智慧之子哈，这个是在13章13节那里哈。但是呢，我们去愿意哈，我们愿意今天来顺服这个生命之道哈。所以，我们啊，以色列百姓回转了啊，他们呢也蒙到神的祝福了。那今天凡是愿意回转来到神面前的罪人，上帝也会照样的接纳他们哈。所以，人类的自由意志哈，我们知道人类在创世纪3章那里犯罪了之后，这个自由意志已经被罪污染哈，不可能认识并顺服这个生命之道。因此呢，在加拉太书4章4节哈，上帝的恩典他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来拯救。那我们今天凡是所有的基督徒哈，我们都是极致时候满足，神差遣他儿子来拯救我们，向我们显明哈他的爱啊，说呢，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哈，叫我们每一位重生的得救的信徒哈，我们都。这一生呢，都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继续的跟随这个基督的脚步哈，成为行走在这个生命之道的智慧人，还有一般的通达人哈，我们都是智慧人，都是通达人。那我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哈，今天的经文很短简洁，那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祷告哈。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就是爱，因为你爱世人，所以你就赐下你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凡是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今天也因为这一个的爱，这一份的恩典，我们的灵魂也从撒旦的国度被拯救出来，到你儿子的国度来。我们为着这个恩典，我们献上感恩。主啊，我们愿意一生，哦，活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一生顺服你，我们愿意一生把我们的主权都把它交给你。我们不再哦说我们是主人，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孤儿。主啊，你看顾那些孤儿，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是孤儿，我们是。无所不能，我们也无智慧，我们也无能力哦，要来遵守你的律例和你的典章，所以我们常常呼求真理的灵来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常常读你的话，能够明白，让我们这一些愚昧的人。哦，因为愿意顺服你，哦，因为愿意常常抬头仰望你，以至于你向我们来施恩，你将哦你神国奥秘的事不断的向我们来开启，使到我们心灵能够越来越认识你。主啊，是的，我们哦看见以色列的百姓，当他们几时回转，哦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哦，我们看见你用你的笑脸来帮助他们。哦，我们看见你哦，在他们被掳的过程，你仍然哦判下你的祝福，判下你的应许，在他们哦70年被掳满足日子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你不断的祝福这一帮被掳的百姓。我们感谢你，从何西阿书，我们看见你不离不弃的爱。我们看见，就是我们今天，哦，我们哦得罪了你，我们活在罪中。只要我们愿意回转，我们就有机会再一次的得到你哦一切的祝福。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哦许多哦被耳所生的。他们活在罪里，主啊，他们没有能力回转。哦，就像这一般的百姓，以色列百姓一样，从第1章一直到第13章，他们不断的背离你，
但是在第14章，哦，就是你，哦，跟他们说，哦，他们是你的名，他们是你，你是他们的神，哦，但愿你拯救，哦，许许多多在我们当中在最终打滚的弟兄姐妹，你拯救他们，让他们能够回转，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回转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来侍奉你。哦，因为你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你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并且你要从此之后，你要祝福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丰盛，并且能够结出更多更多的果子来荣耀你的名。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的怒气只不过是转眼之间。但是你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我们如今都在这恩典的里头，我们献上感恩。但愿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主啊，我们下个星期我们开始查这个撒母耳记上，我们求你亲自的继续的把你的话语哦显出来，哦高牧你出口的器皿，继续的能够来传扬哦你的真理，哦来供应你的儿女。哦，愿你亲自的哦，借助我所读的每一节的经文，哦，主啊，你自己亲自的来牧养你的羊，让他们生命能够长进，让他们能够在真理中被你引导，生命能够越来越扎根，能够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一路你哦都看顾着我们献上感恩。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Amen。Amen。那、啊、终于讲完和西阿书了哈，我们下个星期我们讲萨摩去上，大家好好的预备哈。OK，谢谢。拜拜，Thank 拜 you。拜，拜拜，再见，晚安。再见，晚安，拜拜。Nothing compares to this. What a beautiful name it is, the name of Jesus. You didn't want heaven without us. So Jesus, you Jesus Christ, my King.
powerful name.